里是科尔多瓦的罗马桥，桥全长331米，宽9米，以巨石建筑，有16个拱形桥洞。最初建于古罗马时期的公元1世纪，在13世纪穆斯林统治的摩尔时期，扩建为现在的规模。几个世纪以来，这里都被视为是进入科尔多瓦的大门，因此在西北岸老城区桥头建起了桥门，而在东南岸桥头则建有堡垒卡拉奥拉塔。直到20世纪中叶建起另一座桥梁为止，这里一直是跨越瓜达尔基威尔河进入科尔多瓦的唯一桥梁。现在罗马桥也叫老桥，2004年起仅供行人步行通过。Thank you.
Ciudad en el cine y en Canal Sur, Andalucía. Hay un cantante granadino que hablaba en granadino en Granada y sevillano en Madrid. Y no voy a decir quién es.